35岁以上的女性应该练习什么动作呢？毫无疑问，一定是力量训练。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呢，肌肉含量和胶原蛋白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我们还不用力量训练去维持的话，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一定是肌肉下垂和松垮，满脸皱纹。点个赞，我们来看动作吧。动作一，换椅式，双脚打开与胯同宽，呼气臀向后坐，小腿大腿90度，吸气手臂向上举过头顶，保持1分钟，重复3到5次，加强下肢力量，防止臀下垂。动作二，简易四柱式，先来到斜板式，屈膝落地，呼气手肘夹住身体下落，吸气手臂伸直，重复3到5次，做3到5组，紧致手臂和后背，防止胸下垂。动作三，下犬式，先来到猫式，吸气双腿伸直，抬脚跟，呼气肩膀下压，延展脊柱，脚跟下踩，保持2分钟，重复2到3组，反向提拉面部，防止面部下垂，延缓衰老。每天坚持练习一遍，你就比同年龄的人至少看起来年轻10岁。关注我，每天教你更多瑜伽干货。